立正，站立，请坐。哦，谢谢。我叫我我一个龙眼。OK， 咱这件吼是在讲正确的台湾历史，因为过去台湾历史吼拢是一挂俄罗斯的人甲咱写，啊写甲台湾写落真歹，吼、哦，啊咱即摆聊聊看都唔对，吼、哦，这个注意吼、哦，只要有一个网站，这个请你抄起来。www.taiwanus.net 一撇 history， 这是 我的网站内底吼，我发表100万字，为荷兰时代，荷兰刷了就是电视王朝，1661年到个1683，啊1683到1895是晚清统治台湾213年。啊，搭刷了日本时代，吼、哦，即个弄得咩来对吼，互你看看免钱。啊，那无吼，看到钱遐都有100块或1本纸吼，通卖你吼、哦。咱台湾为讲起，咱台湾的名，那叫做台湾。这字写唔对呢，这是台湾呢。写唔对咧，应该叫咱叫做台湾嘛，吼、哦，安那写台湾吼、哦，这古代的名称，东提夷州琉球，这个吼、哦、中国人吼、哦，过长江依然吼、哦、拢是海外啦，古代啦，海外，啊，伊就讲东提有20余国，吼、哦，就是。包括台湾呐、啊，吼、哦，啊，就刷了个讲，啊，你的东提就是台湾，这我袂讲的，吼、哦。近代的名称有东环、台湾，哦，这个在搭讲对啊。这个台湾、台湾、台湾，啊，完整个叫做台湾，哦，这是用个北京话，吼、哦，台湾、台湾，吼、哦。啊啊！这个台湾吼，这是在给你欺负你吼，讲埋怨呐，台湾呐吼，啊琉球吼，等等这个名，这个一个所在奈何遐侪名？你有感觉奇怪无？荷兰人，咱看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吼，1557年，葡萄牙人。看到台湾，讲伊啊 Formosa， 讲这就是 Formosa， 美丽多数啦。啊，这个名叫调的，到即阵，干那一个名字。哦，啊，其中当然有这个，有这 Taiwan， 这台湾，这个 spelling 得对 ，Taiwan 跟 Taiwan， the King of Taiwan。那 King of Taiwan 就是讲李经的时代，1662年到1683年，啊，西班牙人伊和台湾叫做 Hermosa， 这1570年了，啊，即马叫做台湾，哦，其实这个 Formosa 到即阵也阁第一，啊，西方世界那一个名，哦，无管你倒一国的人，为台湾给，我拢叫 Formosa， 啊那。奈汉人甲台湾叫做10几个名，个近代个叫做10几个名，什么理由？一个理由那尼啊，这个哦，西方世界科学进步，知影地球是圆的，知影东经几度、北纬几度，这个所在都是叫做 Formosa。啊，这中国人哦，推推，你去一个所在，
这个读书袂歹，叫做鸡人。啊，佫一个人去一个所在，用这叫做特产，对新定的吼。啊，就安尼安尼七八个名、十几个名，就总走走出来。啊，我嘛袂使讲你讲唔对，啊，你嘛袂使讲我讲唔对，因为咱都无科学的根据嘛。都中国人袂晓画地图，海图袂晓画啦，所以甲台湾号做遮侪名。哦，这好，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啊，咱台湾人吼，一入去这个社会吼，国际社会都是入去这个先进的欧洲的社会。咱用个台笑，叫做台湾笑，台湾棍，咱一棍偌济，一棍十六两，吼、哦，啊，一棍十六两，这个数字吼，确实。真进步，当时真进步。我讲吼，十六个这个数字吼，咱即马在用个十做单位吼，吼啊，但是当时十六个是真进步。你去菜市遐买菜吼，啊，一只棍十啊，棍二啊，一棍吼三块啊，都甲你讲棍二啊，人是人迄凭电脑算较紧咯，都甲你算算出来。吼、哦，还、啊、什么理由？哦，你知？十六个迄个比例吼，即马伫真伫真侪人伫用电脑界，吼、哦，16位元、32位元，都、就是十六个倍数，吼、哦。啊，即马过来电脑界吼，迄、那个对色彩吼，用个十乘十吼，100色吼，无法度解决，都爱十六乘十六，256色，所以你的。你的迄个记忆体吼，有256哦 ，memory 哦 ，mega 哦，256，拢是十六位基础单位，所以一棍十六两，这是荷兰人甲这个先进的物件来台湾，啊，嘛设立台湾笑，因为那叫做台湾笑。因为这荷兰占领台南的所在，迄、那个所在叫做台湾呐、啊。啊，遐所设一个公证处，吼、哦，设一个公证处就是讲，亲啊吼，拢爱食核准。因为中国人的笑吼、哦，要共买吼、哦，较长，啊要卖人的较短，吼、哦，啊你卖。啊你又未做未使做标准嘛。啊未使做标准的时阵，你即马台湾笑一律平等，买卖就平等。即因为荷兰人已经有规定落去啊吼，所以吼、哦、台湾笑吼、哦，台湾棍吼、哦，所以伫中国沿海，大家拢伫爱用迄台湾笑。那要算小工，呀，你用我你台湾笑来算，啊，所以恁这挂人叫做台湾人，啊，恁大迄多数叫做台湾，按、啊、这台湾的名称由来就较正确一挂，哦，啊，咱即嘛叫做台湾呐、啊，吼、哦，哦，台湾的、啊、台湾呐、啊，吼、哦，这是无正确的。安内无去，啊 ，OK， 哦，满岛，咱满岛的原住民吼、哦，有做一项真伟大的代志。满岛的原住民，迄阵荷兰人，因真骄傲，因提枪，来个东方迄亚多的。啊，亚多甲亚枪要安怎战？人个荷兰人讲，阮两个荷兰兵，还是两个英国兵哦，都拍败恁50个中国兵，有影无？这确实有数据正确。哦，啊，那所以你要赢这西方世界这个枪哦，你无法度赢。但是。人讲，郑成功嘛拍台湾嘛，个荷兰人拍败嘞吼，还是你即个要安怎解说？我用个解说，互你听。荷兰人壮啊，强啊，
来台湾的人口2000名啦。啊，那在台南地区哦，差不多1000名左右。啊，所啊其他的兵马哦，安尼四国调的，差不多1000人。陈成功派偌济人来打台湾的？25000名人，啊，都二五比一啦，差不多。哦，啊，佮打台湾哦，佮围攻台湾哦，10个月。大概安平古堡迄个所在吼，叫做日兰地啊，才攻来哦，所以1:25吼、哦、是2:50，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啊，所以即马这个情形下吼，满岛社的原住民安怎来反抗？哦，即荷兰人有一回荷兰人。带兵62个兵来个码头社，台南的码头，叫码头的人来，你跟我斗阵来山顶抓汉人海贼，啊，就去山顶，哇，忽一日讲哦，安尼打哦，忽个黄昏要行过码头区的时阵哦，这个大家拢想个要死，啊，这码头社的人讲安尼啦。这个溪水也无偌深，我给伊按伊来，你衫都袂澹去嘛？伊讲好啊，互你按啊，哦。啊，一个讲，你互按啊，你去请我来给你判伊啦，哦。啊，一个都给判，哦。啊，都62个吼，行到溪中啊，啊，都1、2、3拄个水的，都甲62个荷兰兵给堵死，拄个水给淹死啦。你那？靠体力吼，会赢伊的吼，还是靠智慧，这一群，这都是所以荷兰人吼，专甲这个这条马道街吼，叫做谋杀者之祸啦，哦，这个代志，咱来马道社的这个原住民爱怎样讲？咱过去有这个公营的历史记录的。这个吼、哦，当时的这个汉人用的船吼、哦，叫做 junk 吼、哦、，junk 你那是查字典哦，这个叫笨手的意思啊 ，junk 就是讲你摆滴物件叫 junk 啊、哦，啊那这船那叫荷兰叫做 junk 哦，因为我看历史书写讲哦。迄阵摕到台湾哦，满清摕到台湾呢，伊摆伫台湾，伊讲奈摆伫台湾一个真重要的理由，伊都爱探北方，找北方的时阵，才有法度来台湾，啊，找南方的时阵，才有法度转去。意思就是讲，这款船吼，伊无法度逆风而前进。咱普通拢无在讲这挂物件吼。但是西方的船吼、哦，有法度逆风，因为伊有三角板旁三角帆，啊，这无三角帆吼、哦，所以叫做 junk。这个一个名字名称哦，爱大家爱注意，南港哦，南港工业区在台北嘛吼、哦，啊，北港在中部嘛吼。哦啊，那南港、北港安尼乌白好滴吼。北港应该是北部唔得对啊，南港应该是南部。结果这原因吼，爱讲给大家听。哦，北港区的北边叫做北港。啊，这个鸡卵河吼，鸡卵河的南边哦，迄阵还阁会使。做生意船也阁会用做贸易，是一个港口。鸡卵河的南边叫做南港，安尼所以呢，北港在南边，南港在北边的理由在遮啦，吼、哦，这先说解说一下，吼、哦。咱台湾吼、哦，到底属啥人诶？
那第一荷兰人的记录，哦，第一六二四年荷兰人登陆台湾了后，一六二四二六年有画着一张图，吼，哦，画着一张图。为了一张图吼，有伫讲台南的地区吼，有即个麻豆虾、小龙虾，哦，啊画几间厝，啊汉林的海产画六间厝，日本的渔民吼画十几间厝，所以诶，歹势，迄个时阵吼，台南地区日本人骗汉林较侪，哦，这是有荷兰人的迄个历史记录，知影。啊！但是真可惜，一六三三年荷兰人来占台湾，一六二四哦，啊，一六三三过头就九年、十年了后哦，哦，伊规定哦，日本人哦锁国哦，即锁国就是讲，我的人民袂使出国，啊嘛无允准外口的人之界，但是唯一开放的一个所在就是在倒位。長崎長崎啦、哦、所以長崎的姑娘、哦、就比較那時候東京就不厲害咧，因為長崎比較厲害、哦、長崎姑娘有那個背那個歌在唱啦、哦啊、這是日本的鎖國政策、哦、啊還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哦我那那讲安尼吼，我讲吼，东城以北个都唔是台湾，唔是中国个，因为汉文过不了长城。哦，这一六三六年，清设立清，努尔哈赤在1599年，哦，学蒙古文，甲学西藏文，创作满洲文。啊，那拍谁？啊，那无学汉文，汉文都是哇哇啊，都安尼隔壁人呢，那白学，因为有万里长城，这长城给你隔开，唔止国界的问题，也个是文化的界，一个界限，吼、哦，啊，就是长城是中国历史的国界。长城以外是藩邦，哦，满洲人有文字来38年建帝国，过过九年1644年就一个入主中原。啊，你知影这满洲人哦，人口偌侪？汉民族的人口偌侪？当时满洲人。的人口，连囡仔算了，查某人算，拢总600,000人。好、哦，啊，汉民族的人口偌济？6,000,000人，这是有够世纪的。啊，佫加上无够世纪的，差不多到几亿。啊，那汉人推个无啥事，这怕输无够1%的满洲人。安尼规个，即个中国去予满洲人统治268年做奴隶，啊，佫做较欢喜个，即大家爱去思考，汉民族就是一个真标准的奴隶民族，哦，即奴隶性吼是安怎养成的吼？就是甲咱的读的书有关系。咱读的书叫做《孔孟哲学》，啊，孔孟敢有歹？孔孟吼，孔子跟孟子敢有歹？应该是袂歹。但是，予独裁者来甲你统治的时阵吼，都挑工拣吼，伊要讲的，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话爱解说一下。伊讲你吼、哦，你做一个人吼、哦，君君臣臣，你君甲臣的关系，袂输老爸甲囝的关系，
安尼即句话有唔对无？敢那丢嘞吼？但是你有几个老爸？你一个老爸啦，你嘛？啊，你有几个军？你嘛会使有八十个军，嘛会使有三个军。啊，军换来换去，啊，你要安怎对三个迄个军去效忠？无道理啊！哦，啊，但是长久以来，这个物件，这个思想在头壳内底讲，我迄伊就是做军，哦，迄、那个血统正确，啊，都该拜干那神的。这唔对，我读西洋史，我见到这个东罗马帝国两千年一个朝代，哎，啊，人奈有法度啦，通传两千年一个朝代，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任何人要做皇帝，一定是成人男子，无成人的袂使算数。你若准来讲，第一帝罗马帝国的时阵，凯撒大帝去用谋杀死，谋杀死的时阵，伊一个囝差不多九岁啦，尔无做皇帝啊，叫沃大维啊，吼、哦，做皇帝。啊，安尼有成人的男子，到有法度掌握，吼、哦，啊，中国就是叫三岁来做皇帝，啊，唔代是，你得效忠。孝宗皇帝啊，是孝宗皇帝因老母，啊是伊个阿姑，啊是伊个啊啥人？好、哦、对，这个爱注意。啊，一个汉人哦，来个台湾摧残咱的文化，但是西洋人来个台湾哦。伊替咱台湾写新疆文书，就是哦，你袂晓写字，你这新疆话，我甲你翻译做罗马拼音，啊，都甲你写。这是伫荷兰时代都写起这个新疆文书啦，吼、哦，都起下高啊教你，啊，即寡捌这个罗马字的这个 A B C D 的即寡人吼，即寡若捌即寡字的叫做教册啊。就是驾车啊！哦，啊，文化真紧就团结，因为拼音文字，你敢那二六字办那尔都，你都有法度啊！哦，况且咱台语吼、哦，十八字母都有够通用啊！哦，啊，安尼就是变做即个人甲你延续你的文化。哦，咱最近有一遍去即个台南吼、哦。希腊雅族的所在，人都提这个新港文书出来，哦，新港文书出来，因准备要恢复新港文，哈、哦，新港话、新港话啊，哦，这就是过去新港文所写的，哈、哦，基督教马太福音，这个荷兰人是信基督教，哦。信基督教，大家台湾是传基督教，传这福音，哦，啊，所以用个马太福音这有翻译，哦，一个是荷兰文，一边是这新疆文，哦，啊，但是真可惜，荷兰人占台湾38年就离开，38年离开了后，这个荷兰文，哦。荷兰人走了后吼，这个新疆文哦，也阁继续留滴，留到日本时代，但是新疆文都无去，所以以前的契约，土地买卖、厝的买卖的契约是用个新疆文写的，哦，啊汉文真歹写，这要捌这汉字吼、哦，真啰嗦啦，哦，所以汉字较无流行，哦，这个新疆文。啊，这个荷兰人走了后，哦，有留落什么物件？伊基本上基督教啊神算都无去啦。啊，那神算那无去哦，在台南一带那无去，因为伊迄个时阵荷兰人哦欠人，
为荷兰调人来哦，真困难。啊，那来台湾的哦，啊，这做牧师的哦，先煞你做镇长好了，哦。啊，这镇长兼牧师啊，即马伫教会内底叫人来伫传教训。啊，你是因为是伊是牧师，你才去，还是因为伊镇长会大家咧抬，你才去？哦，啊，所以荷兰的势力无去了。这个基督教啊，先算无去。不过无去了，过几百年了，一个一听讲有这种台湾人哦，甲这个红门啊，就是西方人哦，为这个门做门神呐、啊。哦，红门啊，为红门啊做门神呐、啊。哦，哎呀，我有一回为迄、那个。台南街，啊，就甲台南市长，台南市长，哦，你要看迄啰门神哦，画红门啊，有啊，阮台南有啊，哦，我讲好啊，你赶紧来看，啊，就去看，结果呢，迄间庙是丢了，画一个红门啊的人吼，啊，毒片啊，啊，头张金色的吼，啊，烫车个哈，但是。唔对咧，这间庙拄啊，才起无几年啊，几十年啦，你啊吼，这毋是荷兰人留落来即个红门啊的迄个门神呐吼。你若以后若有看到即款的门神，门为红门啊的迄个门神吼，诶，即个门吼，价值咧过了十万，哦，荷兰人来台湾。伊要滴虾米？滴黄金！一看到咱有这个黄金河，哦，这虾米叫黄金河呢？就是讲，落雨落大了后，啊，滴溪沙坡吼，会看到金角啊。就是意思就是讲，山顶某一个所在出山金嘛，安尼冲来。但是真可惜，荷兰人这条溪吼叫做。应该叫做多罗曼，多罗曼河就是即卖迄个利物溪啦。哦，即卖利物溪伫花莲一带哦，即个利物溪。但是即个利物溪即卖，今卖嘛是也无出山啦。哦，但是其实出山今卖上重要是高分啦。哦，咱台湾发现到今卖是安怎发现？就是讲伫即个晚清晚年的时阵吼。1890年，差不多日本人来前5-6年吼，去做这个铁路为台北的北门做铁路去过人，啊，经过7道都爱做桥嘛，啊桥，哎，挖迄个桥墩的时阵哦，挖到金刷，我只有金刷呢，啊，这个金刷，啊一声吼。这个过人河吼，一日都3000个人去遐洗金啊！哦，洗金啊！即摆嘛听讲有人伫洗啊咧吼，哦，即摆金啊起价啊，会使去洗啊！哦，啊，愈洗愈悬，啊，就洗到金龟礁，哦，啊，金龟礁得叫做，迄个时阵啊，就我有在调查10几年前我写资料的时阵，一个大波人一日的收入。直接的收入13000新台币，啊，那迄阵13000，即马起码给起价吼，哦，起阵来讲起300，啊，都30000几啊，哇，30000到40000，直接40000，啊，第二天讲40000，第三天讲40000，啊，变啦，你遐侪钱变啦，查甫人都来啊，所以吼、哦，高分啊，佫叫做吼、哦。小香港还是小上海，因为暗时吼酒家不得了诶，逐日拢安尼，日日夜夜啊，所以你即摆去到高雄啊，你看吼、哦，这高雄啊，那这个深山哪来，也够即款诶所在吼、哦，这都是因为出山金脉所在吼、哦。啊，讲到金脉，咱都爱讲一个叫做。人西方世界在讲，咱台湾人是一个上诚实的民族，叫做以往个叫做 silent trade，
silent 的啥意思？就是无讲话。啊，做 trade 是生意，啊，做生意也是无讲话，啊，有迄个代志哦。哦，是安怎做？伊发现着台湾人要卖一块金啊，安怎卖？伊踮咧路中啊，路边，摕一个大石头、砖头。石头顶头就铺一个迄个树叶啊，大个树叶啊，啊四边用个石头个囥个，中央个囥一块黄金，啊人安尼好啊，伊就转去啊。啊，经过人哇，看到这个黄金哦，唔是那个土块，这是人挑工要卖，啊伊家己落底也无钱，无该卖，啊全给伊。第二个记，第三个，但是刚好有一个人记的时阵，伊先去派两领鹿皮，嘿，伊讲这块黄金有价值，我两领鹿皮，所以就把鹿皮藏在内底，甲黄金摕走，吼、哦，啊，佫过一段时间，啊，这个本来藏黄金的人哦，去遐看，哦，变成两领鹿皮，啊，就两领鹿皮都摕走。这是荷兰人记录咱台湾人这么诚实的民族，叫做 silent trade， 全世界无人有，哦，全世界无人有。即马哦，你卖藏什么金啊？你现在藏起来，早早都不见了嘞吼。迄、哦、个受到外来的影响哦，即、这个咱的民族性哦，去带派去的对啊、哦，所以。迄个时阵有叫做 silent trade。咱即个南部是荷兰人占，但是1624年，但是过两年，西班牙人就来占北边了哈。北边哦，西班牙人来占北边哦，就是在和平岛的时阵哦，迄阵叫做把这个所在叫做圣萨瓦多。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名称、哦哦、三雕角，你知道三雕角在哪？三雕角在北部的海边嘛、哦、东北角对，那正式的名称、哦、叫做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啦、哦、圣地亚哥、啊、我们台湾人圣地亚哥派天三条角安尼就准好去啊！吼，三条角，哦，这都和西班牙人有来占台湾的迄、那个记录去的吼。咱一个爱知啊，这个族群械斗，在满清时统治台湾有这族群械斗，哦，就是满清统治台湾30年了后。这满清政府吼、哦，要统治台湾哦，上好恁台湾人杀台湾人，哦，上好的统治。啊，所以哦，刻意分化，哦，刻意分化，哦，和台湾人自相残杀的分类制度，哦，啊，拢总发生38遍，哦，每四年吧，就是发生一回。即变成大型的分类制度，哦，即分类制度的名称，咱讲都看了就知影。第一，闽客斗，你知影？这是荷兰人甲客人落去台，你讲无共款话哦，落去台哦。漳泉斗，漳州人甲泉州人哦，啊，因为因无共款，啊，你嘛落去台，我都落去台，漳泉斗。县级斗，就是彰化县，吼、哦、啊，甲嘉义县落去，就是恁就无共款县嘛。族姓斗，就是讲姓林的姓陈的，啊，恁无共款。但是上趣味就是客斗。啥物叫做客斗？客家人甲客家人，恁落去台，啊，咪落去台。哦，这族姓斗，啊，同宗族斗，啊，职业团体互斗。这分类大概分这多，因那都安尼，那都安尼叫你互相相杀。因为满清统治台湾的时阵，
西隆来占台湾，但是康熙皇帝哦，讲不爱伫台湾。伊讲康熙皇帝讲，台湾乃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去之无所损。伊讲哦，台湾乃是一配太了大了了，得到也无加什么，啊无嘛无差着。我这有钱人哦，多个十块银，免看了，连 Q 都不爱跟他 Q 了，哦，意思这样呢。啊，那些皇帝来讲这话，因为啊。满洲人在无够人口的一巴仙，占到一百倍大的这个中国，欢喜都欢喜死，因家的迄条白痴哦，拢去中国做官长，啊，占是台湾要创啥？要摆地，所以康熙皇帝摆地台湾。但是啥人要地？西隆来占台湾的西隆哦。因为安那台湾迄阵已经开发的土地吼，有18,000家，其中7,500家伊第一伊家己的落地啊，收租。啊，那不占台湾，啊，这些租金都免收啊。所以伊甲皇帝建议，伊讲哦，第一台湾乃沿海四省的屏障，沿海四省就是广东。建浙江江苏四省的屏障，啊，这皇帝知影，跟你讲这话，加讲的，伊讲哦，第二条，伊个皇帝建议，伊讲官员任期3年为限，讲去台湾做官吼，干那些做3年，啊，3年都还该调倒转来，哎，康熙讲对。你若较久哦，踮咧台湾多，会甲台湾人发生感情，多会变做台湾人，啊，就会反清咧。哦，啊，你3年都还袂够哦，就调倒转去。啊，佫刷落佫一条，不准席卷，袂使娶某仔囝去。所以台湾欠查某，所以咱即摆血统内底有85%是弥补族，哦，会混血。哦，这是林玛丽的迄个数字，伊用个科学家来分析。哦，康熙皇帝，若听讲，嗯，3年，啊，佮甲即个查某，我见我袂使送去台湾，伊看了都欢喜，伊知影讲啊，即我见哦，做人质 ，hostage， 人质，甲你关起来哦，啊，3年你袂作乱。所以台湾话有一句古早话讲：“3年官，2年满。”伊讲哦，来台湾做官哦，干能使做3年来尔。但是2年内底哦，你落地啊，都对个满满满。所以叫做3年官，2年满。哦，啊嘛，当时有一句话在讲哦，哇，这台湾欠查某欠个真厉害，娶一个某，看下3仙天公作。一个某是不得了啊！娶一个某哦，看下你去拜3仙天公做，较舒适娶一个某啊、哦。啊，当时嘛有发生迄个招数查某哦，即中国人诶贪污成性嘛吼、哦，啊，都甲你禁止，我就跳讲甲你招数查某啊，招数查某来个台湾啊，囥个部队来对。不爱让你看面，因为你看面，你就知影讲，这个人少年的啦，老的，哦。但是哦，手，你伊个布地口吼，会使让你手落去摸摸这个查某，啊，请问你要摸倒位？有人有答案无？拢无，袂摸，啊？蒙手吼，还有无？手看有粗无，看有油无吼，还有无？蒙倒位，拢唔敢讲。好啦，哦，看有白卡无吼，啊，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上重要的蒙嘴气，奈蒙嘴气，
咱在买卖牛马是看嘴气嘛？你嘴气较少气的吼，叫做幼气的嘛。对，少年家啊，这样槟榔西施那叫做幼气的，不是无理由呢。就是当时就是叫一挂幼气的吼，靠介绍嘛，所以蒙嘴气，啊，嘴气无路，啊，搁安尼，一个花也袂够的，而且幼气的即较介绍出较悬的，无要紧。啊啦，喙齿都已经落个一大堆啊吼，而且这个方无介绍，这就是这为这个宗族的戒斗，能讲啊这个台湾欠查某吼的代志。即嘛。咱多七个半多做个爱个讲一挂有关哦，咱台湾人吼、哦、得拜这个好兄弟，七月拜这个好兄弟，什么叫做好兄弟？哦，好兄弟就是大家讲无主冤魂呐、啊，哦啊，到底啥人是无主冤魂？你那路边看到一个死人，该带落去。啊！你要该叫做好兄弟，不是？是路边死一堆人，死一堆人吼、哦！啊！你该挖一捆，该抬落去，吼、哦！啊！该起一间细啊间啊的庙，超级悬啊！叫做八仙宫、幽燕宫、大梦宫，这都是好兄弟啦。啊，这些人怎么死几百人在路边的，这就是为台湾来牺牲性命和满清来战，国民党的时候也一样、哦哦、啊，战死的、哦、政府敢不敢把你拿去带，没嘛、哦、国民党来的时候，这个吴伯雄的那个阿伯在发现在南港桥卡、哦、南港桥卡他这去用台死、啊、他们阿金、哦、去找到尸体，找到尸体的时候、哦、这个 LP 去用挂起来啊，塌在嘴、哦、这款的经验啊，这个就人不该带，所以我们装卡的人、哦附近的人就给他挖一捆那个台、啊、所以说叫做幽燕宫、大梦宫、好兄弟，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拜好兄弟，你也知道这又来了、哦啊、拜好兄弟先说就说、啊、如果你退满清政府、啊、去台湾人台死的，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移民啊，这是移民哦，其实徛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这是不义之民呐、啊。哦，哎呀，有客人讲，啊，你安尼欺负阮客家人，我讲是歹势哦。要做代干的哦，唔止客人要做代干，漳州人嘛要做代干，毛泉州人做代干，毛原住民做代干，阿妈这个。完成政府也有退隐去泉州人的庙的移民庙，在鹿港，在嘉义，有都有去啊、哦、但是香火不旺、哦、所以这款的事情要讲出来给大家听，才知道说、欸、拜移民庙、哦、是不爱台湾的意思、哦、你拜不到人、哦、拜不到人啊、你各位听了有了解无？有知影讲，哎，过去这移民庙唔知奈遐济吼，啊，要去移民庙吼，敢若讲哎袂歹哦，即个人为台湾牺牲，其实是做代干啦吼。这移民庙，一个贾某讲，某广东移民吼，
广东移民、洛江移民，哈、哦，啊，原住民嘛有移民，哈、哦，拢有啦，哈、哦。还是帮我按一下，谢谢你。哦，这就是像讲这个这移民庙内对讲包装，哦，啊，咱大家还爱注意，这家己以前的名叫做啥名？朱罗嘛，哈、哦，朱罗嘛，朱罗。啊，第林松庙起义了后，有一阵泉州人去用分化。啊，来甲漳州人的林松文对战，吼、哦！啊，这个马厝林松文吼、哦，第三次，满清政府征兵的范围下吼，打输，吼、哦！这是满清兵一次派兵来，战输咱台湾人；二次派兵来，战输台湾人；第三次，往过全国。才扣2000名兵，才扣3000名兵，啊，隆重来台湾打，啊，才打赢。哦，所以咱即马民政府爱靠美国的势力，就是伫遮。你干那靠家己的力量无法度。美国伫1776年，甲英国独立战争，跟美国人打赢。嘿，跟英国遐烂。英国是世界强国哦，嘿嘿，对，英国是头一回拍输了，拍输无要紧啊，我阁转去阁调军舰、调兵马来甲你美国拍嘛。但是美国这个时阵吼、哦，拜托法国出兵，所以有法国的干涉，美国到法国当独立。所以这点的原因哦，就是全世界有法度独立，尤其到这阵的社会哦，你无靠第三势力哦，你无法度哦。这个啊，先说讲给大家听哦。啊，这个家己的由来哦，就是乾隆皇帝讲，恁一挂泉州人哦，异形可嘉。退伍哦，满清哦，牺牲性命哦，所以把这个朱罗改做家己，所以哦，要注意这个家己这个名哦，以后民政府来执政哦，这个名称哦，实在哦，是讲了见笑，都爱哦，该做些适当的处理哈、哦。啊，这是阿武王哦，即嘛阿武王哦。这里是主意鬼啦齁，这个到这阵也无法度变做这个忠烈祠的人啦齁，为台湾牺牲性命拢做叫做好兄弟啦尔。一个一项代志就是这个风水的代志，汉人就相信这个风水，哦，西方世界无咧相信风水，都是拢无拢一排，大家向共一面，啊，大家拢变大，吼、哦，啊，这汉人大一定爱安尼个，遮敬者遐敬者，啊，请问，安尼敬来敬去，这个陈成功死，陈成功的囝死，拢大个吼。哦在一个所在，酒阿妹听阿聊，吼、哦，啊死个遐吼，啊但是满清入台了后，感觉讲这两个骨头吼，无甲你提走吼，较气个吼，恁能过来反观满清啦，所以吼、哦，全个无该骨起吼、哦，啊人讲啊你骨质的精神讲话无要种个，伊讲吼。陈成功泉州人，
爱摕去泉州带，这叫做友好。啊，所以当时哦，几百门的迄个明朝的遗臣的无吼，拢个骨骨的，啊，骨头四骨稀稀稀稀啥，哦，啊，陈成功有做一个墓，来泉州。啊，但人看到讲，哇，啊，这个大官，那拢咧骨墓吼，嘿，伊讲这叫做捡骨，所以哦。台湾人得到一个歹习惯，捡骨。你人死去，怎么大家到来对都好些好些啊？吼，啊，你都该来捡一遍，你过来擦一遍，啊，再个提去袋，要提去多袋，唔对了，入土为安。哦，所以咱的迄个过去的这个习惯哦，去用抓派去，哦，抓派去，大家要注意讲啊，这个捡骨哦，唔对啦，哦，这项代志是唔对啦，哦。所以哦，这个一个这样代志要注意，就是陈成功死了后。在台湾，伊的这个遗迹，吼，弄个毁坏，弄个毁坏，所以买酒吼，咱台湾人有一个一种庙叫做李王庙，哦，二王庙，哦，这就是你不使用我陈成功的名做庙的名，哦，所以叫做。李王就是陈成功甲陈经，吼、哦，李王，啊，一个大天父，啊，天父就天父啊，那都个大，吼、哦，这就是要纪念陈成功的，吼、哦，这个，哦，啊，咱今日是真侪思想上吼的迄个交流啦，吼、哦，这台湾话由来。咱台湾话阁叫做葫芦话，是商朝的时阵在黄河洛水中原地带讲的话。葫芦人发明甲骨文，发明文字，哦，啊是在多久以前？在3000年前，哦，3000年前哦，这个故宫博物院哦，最近。不是最近来，都有一张世界的迄个文字缘起的地图。哦，伊讲埃及在3500BC，就是纪元前3500年，就是离即阵5500年前，埃及产生了文字。哦，啊，在中国这个所在是1300BC产生文字，就是。就是讲3300年前，中国到文字，啊有文字，会记录，它叫做历史。所以中国人讲有5000年历史，是胡说八道。哦，啊应该是有3000年的历史才对。西方世界讲迄个中国的夏朝是虚构的。夏朝是虚构的，啊，那皇帝什么指南车咯，什么挖沟，迄落嘛是胡白乱讲的，哦，啊，你就知讲你头壳内底藏偌侪粪扫地，哦，了了看，你就知讲啊，安尼，迄个甲你推翻了，啊，你就知啊，3000年前汉民族第一个中国产生文化甲骨文文字。但是商周战争商林输，所以商林就刷来长江以南的所在。所以长江以南嘛，有几哪个省，有7个省，到我今仔日也都讲葫芦话哦，对，甲咱台湾讲的话同款。伫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海南岛
哦，光西七个姓，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七个姓吼。啊，唔是讲全部的所在拢用个葫芦话在讲，部分的所在在讲。参照讲迄个，咱知影讲舟山群岛撤退，唔咯，迄浙江的舟山群岛，迄个讲葫芦话。啊，海南岛嘛真侪所在讲葫芦话，哦，啊葫芦话，但是无一种话叫做闽南语啦。闽南语，这是吼，迄执政当局吼，甲你矮化的名称呐。闽南就是讲闽江以南，闽江以南，闽江以南讲的话最重咯。唔止干那葫芦话咯，哦，客话嘛有伫内底啊，哦，啊你干那讲葫芦话，那叫做闽南语，安尼唔对，哦，无全世界无迄个叫做闽南语，有闽江以南，啊，但是语言真侪种，好，哦，这个，所以咱这个咧用的所在吼，用的所在有这个七个姓的用葫芦话，所以咱。去到南洋吼，会发现到哦，潮州人讲的葫芦话吼，咱听拢有哦。啊，但是腔口已经不同款，伊南真侪广东音哦。这是伫新加坡真侪潮州人，伫泰国嘛真侪葫芦话哦。哦，啊，即我大多有讲嘅，娶一个某看也三仙天公做了吼，即、哦、有讲嘅，闽南吼，因为有少数人要来统治大多数嘅人，所以用嘅方法，所以你互你台湾乱，愈乱愈好，啊，即招吼，所有嘅统治台湾嘅人拢甲你乌去，吼、哦，即、这个咱嘅历史上吼。哦我去金门，啊，金门人讲，哦，阮遮个树啊，拢叫陈祥公错错去，唔对，因为满清要统治台湾，要统治这个，要打败这个陈祥公的时候，沿海三十华里，哦，叫一下，三十华里，哦，差不多十五公里啦。沿海十五公里不使带人，啊，我树啊拢错做印象。沿海十五公里，安尼，迄是上精华的所在嘛？哦，要掠鱼，要做盐，哦，的所在嘛，吼、哦。啊，但是拢不使。这项代志哦，伫中国的历史书无咧写，但是这项物件吼。是汉民族死上侪人的时阵，死几千万人，死喺无形中间，哦，即沿海三十华里。啊，要甲即个陈祥公因这边吼，诶、哦，迄、那个，诶，即个，要甲消灭吼，专吼，甲因老爸杀死。陈志良当时道清，就是讲。伊要去做满清的迄、那个，要甲满清讲和啦，因为满清该讲哦，吾以三省总督之印代之，我用个三省总督的印啊在等你。哎、欸、啊，这个陈志龙听了够得爽啊！我即马在管福建一省来呢，啊，即马你要和我三省，哦，安尼来道清，啊，就招因囝。将伊囝陈祥公讲，哎、欸，来去，咱来道清啦。啊，陈祥公讲，哎、欸，那我有老爸叫囝去做着迄落汉奸呢，歪去啦，哦，爱家己都去，陈志良都去，啊，去到这个福州的时阵哦，即、這個、对方的这个贝勒爷吼、哦，就介啉烧酒啉三缸。林三江的期间，这个陈志良哦，专减法哦，头张
加这个满青头，满青头那都爱加，因为头前哦爱加会光，后边老尾头上尾溜哦做辫子啊、哦，啊折剑，那个时阵是用个剑在写，啊写折剑，就是个压腿子哦，啊都就抓，但是第三天哦，都让人偷偷运去北京。从此失去自由，安尼道清了十七年，用过一项真细项的理由，甲这个田志良在一靠的达波咯，达波都算了，查某无算，在一靠吼、哦、做一天太太死，无效，你咧甲你运用啊，即阵在一靠死。所以做台干也好，做汉干也好，到尾就拢死。哦，讲啊，只咱也是讲迄个国民党甲共产党在战，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投降中国，共产党。啊，共产党安怎处理即寡投降来的兵啊？有人知啊？会丢。派出去战争去做炮灰，去汉奸。人美国用个火海，啊，你用个人海，啊，唔就人去护死的就对嘛。啊，护死的就国民党军队去护死就好啊嘛。啊，你若无去死，啊，我后边机关人个咧拍，对不？啊，拢嘛得死。啊，你无死的，搁一万两千人走来台湾，啊，这挂人叫做啥物？反共意识，先顾爱恰杀猪拔毛，两边拢不是人呐、啊！你若要做台干，要做汉干，到尾就会下场就是这款的。哦，所以咱人，你求你家己的，才是正确的。哦，啊，若无求家己的民族啊，继续做汉干哦，谁人会相信你？哦。卖讲海豚会转弯呐，迄都不可无法抓，哦。一个满人一关吼，满人一关就是有分之四十五年了后吼，用过无到三十万的军队，安那有法度来统治中国？我讲中国人真好骗。给你做官没有？给你钱，给你做大官，啊，就去了。哦，现在给你做副总统，就去了。哇，真好。啊，所以无足三十万的人，有法度统治中国268年。现在，他都还咱有讲到。吴佩蓉哦，因阿伯，啊，伊一个在效忠国民党，这是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有一个解说，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是发生在1971年，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迄个时阵有强盗。走入去银行抢劫，啊！走入去抢劫，啊！警察就等外口给包起来，啊！甲警察安尼相对哦，将近6天的时间，要就强盗输，啊！出来都去用掠去，啊！去反应的时阵哦，啊！唔多受害者，唔多一寡银行的小姐咯吼，哦，去用压掉的吼，啊！你。这几天无失去自由，佫发生一个真奇葩的代志。其中有一个小姐讲，这强盗外好都外好，外好到甚物程度呢？佮订婚。哎，这西方世界哦，无法度有通了解，这人性到底是啥？这款是甚物款的人性？所以这款的人性哦，无法度解说，都叫做斯德哥尔摩症。
所以用我迄个多奇的名做这个病名啦。哦，啊，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哦，哦，隔当年有发生哦，这个小姐哦，这个小姐是，这个小姐是哦，这不是水电人，这是美国人哦，这是赫斯特鲍系。赫斯特鲍系哈，赫斯特鲍系的迄个鲍系，什么叫鲍系呢？你发现哦，唔止一种报纸，十几种报纸啊，所以这个叫做鲍系哈，这系统。诶，头家诶，孙女啊，伊阵十九岁，啊去互强盗压去，啊压去了后，这个。同因老爸啊，啊都甲强盗谈判，要得一百万美金，好，一百万美金好哩。哎、欸、啊，但是查某囝无转来，孙女无转来，啊个国公，伊讲要得四百万，伊讲好，四百万嘛好哩。但是讲条件讲袂好，啊全部成功，伊个孙女无成功。过半年过了后，伫旧金山吼，银行有一个抢劫，这个抢劫的时阵吼。啊，迄阵已经有录影机啊咧，啊，录影机一看，哦，这手机的查某就是这个赫斯特鲍系的孙女啦，对，这个小姐啦，啊，这嘛无法度解释，所以这个叫做哦，伊感谢这挂强盗，所以这款物件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哦，啊，这款病哦，在台湾即嘛真流行。你去注意，你就知影讲，哎，啊，这着着病啊！哦，咱员工有无想做例啦？吼、哦，啊，出年例，你家己想都有，哦。蒋介石讲，甲黄金运来台湾，有影无？哦。1949年，中国沉落去，啊，伊个宝贵个黄金去共抢来，伊迄阵毋是做总统哦，哦，伊个国家抢黄金出来，为上海运出来，运去倒。迄台船内底有一个船员，买酒去用掠去黑小岛，啊，踮个黑小岛讲出来，就是讲，哎、欸，去到菲律宾了后，这船就停。阿尾就走运来台湾，哦，咱即摆来想，迄个时阵的台湾敢有安全？你若蒋介石，你要甲上重要黄金藏在倒位？要藏在台湾咯、哦？咱用个脚头有想嘛知，无可能啦。但是有运物件来无？有，绝对有。伊运一挂啥物呢？有一寡吼、哦，迄、那个金杯啦、金盘啦、盾牌啦，这毋是成分，毋是999的哦。哦，你要临时要卖吼、哦，卖无咯，啊个占位，吼、哦，即款物件有来走来台湾，吼、哦，所以这个黄金吼、哦，这是咱家己知影就好，咱知影伊。无甲黄金运来台湾，哦，啊，所以你若拄到中国人在讲，而且黄金恁的迄个就是阮为阮遮运起的，你讲你知影，你都照这个方式来讲，吼、哦，无可能啦，吼、哦，无可能。咱也够有真侪代志也未做，吼、哦，咱路名拢什么？什么中国的都市的路名吼，即挂改，到尾就拢爱个改吼。啊，什么林森北路，即落嘛物件，什么中正路咯吼，哦，即落拢爱改吼。即你若知影都是啊，哦。啊，一个用个户籍制度，哦，是分化咱台湾人。应该你若去美国，但要美国出生，就是一个美国人。你就是美国籍，好、
啊，你问伊无管伊皮肤是白乌的黄的，你该讲你倒位人，伊讲我是美国人。但是咧台湾无同款哦，台湾是看户籍，恁老爸是山东人，啊，你就唔捌去个山东的人，我嘛是山东人。啊，去到山东的时候，人叫伊台胞，这毫无例外啦，绝对无叫伊山东人啦。啊，我有一个同学，湖南人。哦，啊，阮伫读的时阵，伊是啥物兵啊来退休的，啥物加分之类，甲马英九同款，啊，之类。啊！去中国，啊！等下台湾，我就讲啊！你去中国，你是去用看做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哦，一听到这个问题哦，甲叫伊边啊，甲解说半点钟有。我问伊个问题真简单，你到底用看做中国人，个看做台湾人嘛？哦，啊，就是看做台湾人，唔得多解说半点钟有。伊就讲伊是。湖南乡音都无变哦，什么话因什么亲戚咯，什么啊都无较抓咧。你来台湾了后，你就是台湾人哦。啊，但是因为户籍法的迄个甲你区别吼，互你感觉讲你还阁是遐个人，还阁是中国人，这都是就该做下这个毒药哦。到即阵吼，咱知影讲即挂代志。中介做的代志，吼，这个汉民族乃去用奴化，哦，奴化的上重要理由，哦，统治者伊要把伊的思想灌入咱的头壳内底，哦，儒学利用孔子，哦，啊，加上科举制度，你哪？因为科举制度就是说你去参加考试都可以秀才孤林进士这样直接分去，这受到这个功名利禄、哦、过去一千年有十万人，但是这里十万人嘿，真抱歉，都是受到这奴化教育，干那想要做奴隶，要做一个好奴隶哦。这十万人吼、哦，真可笑，都唔知啊天文，唔知啊地理哦。所以，这东方的中国输起西方世界吼、哦，四五百年，输人四五百年，的理由在遮哦。啊，这通底价加儒学加上科举制度。啊，通底只挑工，把伊的迄个思想改来对落去。我会记得我读高中的时阵有军训课，军训课来对，头一篇就蒋介石在讲的，啊，蒋介石跟这军训哪有关联？哇、哦，当然咯、哦，伊要把伊的思想灌入你的头壳来对。一个日本人来咧台湾的时阵哦。1895年，第即卖中北一路加顶诶法院诶迄个所在吼，有一间孔庙，起好十几年啦，尔大概拆拆去啥？啊，尾就后藤新平来台湾哦，发现哦，伊去做即个台湾旧惯调查，台湾旧诶习惯诶调查，他知影讲毋对啊。那是个孔子庙拆去啥？孔子庙就是要统治这当地百姓一个真重要的武器，啊！你该拆去啥？那是哦，所以当时哦，后藤新平不使讲，搁随起一起一间孔庙，专哦去做一个伸张，就是讲哦做一墨字哦，给你挂了，啊！咧请这个老人哦。啊，会乖呀！啊，会什么吼、哦？啊，做东西吼、哦。这个在台湾吼、哦，
日本时代咱的迄个私下私设吼，凭中国最近啊霸倍，吼、哦，都、就是原因都是日本政府在甲咧赞成。啊，这个孔庙吼，计到1925年吼、哦，都计差不多30年啊吼，他叫迄个郭先生、辜显荣啦，郭先生吼、哦，去大龙峰去一间孔庙。照常用个控制的方法来通知，哦，这就是这个咱的这个爱在咱的思想哦，去受着人的控制。咱台湾吼、哦、有咱的民族英雄，咱的民族英雄吼、哦，我念一遍吼、哦，大家荷兰时代计划一完整的时阵。注意桂林松文地条村，这是三个大反抗者吼。啊，刷了日本时代，北部甘大西，中部瓜地号，南部林小鸟。哦，这就是控制三面，吼、哦，控制三面吼、哦。啊，日本人都无法度。啊，客家人嘛，咪是讲拢歹，嘛有民族英雄。吴宗宪、徐湘、江少主，哦，啊，第一个西来暗事件吼，咱台湾民族英雄吼、哦，就是吴青峰、罗俊、江丁，哦，啊，武侠事件最近在拍电影，就是莫那鲁道，哦，这咱的民族英雄吼、哦，应该爱放个壮烈词来对，啊，即卖拢无啊一个放落，哦，所以咱若执政了后。这些人要给放的壮烈词受到大家民众的敬仰、哦哦、啊张伟水啊他都好像有解说的、哦哦、所以台湾民族的形成台湾民族过去、哦、我们不是叫做台湾民族在日本时代日本的 台共台湾共产党都提出台湾独立、台湾民族，吼、哦，这个名出出来，所以是跟中国民族无同款的，哦。啊，但是迄阵是台湾独立是对日本要独立，哦，啊需要苏联帮忙，哦，啊即嘛台湾独立这个名出已经唔对啊，哦，因为咱爱为美国这边求主地。美国都无领土的野心嘛吼、哦，所以，哦，一个四女士刺蒋案，就是咱咱们家有一个叫做，咱有一个刺蒋一个吴文荣哦，啊一个啥，郑丁祖宅，啊丁祖宅今晚出国，哦，无也拢来个来讲这刺蒋案，哦。伊提前去个拍的蒋介石，啊，真可惜无拍无成哦。啊，上尾爱讲哦，世界上巧的民族，台湾民族，啊，这是安怎来的？咱台湾人敢有世界上巧？我伫写这本书的时候哦，是2006年。啊，采用2005年美国的迄、那个中央标准局发表的这个专利证书吼，拢、哦、总美国人得8万件，台湾第一名，日本人10000多件，第二名，第三名德国人9000件，第四名台湾人4000多件，啊，咱台湾第四名嘛吼。哦但是你若用人口数你过来读落去哦，美国是300个人都发，都有一件啦，哦，不是，每300个，吼、哦，它伊个公约数是300，台湾是276，哦，第二名，哦，100万人哦，伊有300件。咱100万人有276件第二名，
啊，第三名日本，咱们咱后边德国也较较后边。啊，那主要讲咱台湾人用的语言是英语的时阵吼，甲美国差10%吼，早煞该拼起啊。啊，我伫美国演讲的时阵吼，拄到一个台湾人讲，我发明十几项呢，啊，我属美国的还是属台湾的？我讲啊，你国籍是啥物籍？伊讲美国籍。啊，我讲你这属美国的啊。所以咱台湾人、台湾民族世界上翘，好，今日讲到这，感谢各位。Kitty， 立正，行礼，加坐。